葡萄。好的，给你串葡萄。喵喵喵喵喵喵。再给我来一份大披萨。好的，小朋友，这么大一个，你自己能吃了吗？能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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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哦，还是没吃饱。阿姨，一个橙子，一个苹果，一个哈密瓜。哦，我的天啊，这孩子可真能吃。都给你拿来啦。哇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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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哦，有点吃饱了。阿姨，给我来点喝的。你吃了那么多水果，还要来点喝的？哦，真佩服你。给你来了杯橙汁，谢谢阿姨。咕咚。妈妈，妈妈，这有杯橙汁，你快喝，天气怪热的。嗯，乔治啊，真懂事儿。妈妈，那你慢慢喝，我先去玩喽。哎，这孩子。咕咚咕咚咕咚。您一共消费了88，就一杯橙汁88。刚刚您的孩子吃的水果还有一个大披萨。白雪妹妹，你在那里画画画什么呢？啊，贝尔姐姐，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好多蚊子，把我们一家三口的脸上咬的全都是包。我看你的那个防蚊贴纸特别好，所以呀，我就画了那么多。哎呀，白雪妹妹，你想要防蚊贴纸，你少说呀，我这里有2张呢，来送给你1张。不用了，贝尔姐姐，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啊。哎呀，我的傻妹妹，你在纸上画的那也不能用呀，你还是用我的吧。不用了，贝尔姐姐，我的这个呀可以变成真的，那我画的这些防蚊贴纸都能变成真的。真的吗，白雪妹妹？那我现在就来帮助你，我现在就帮你点亮这里多多的点。不行的点，让屏幕发光发亮。哇，已经变出来1张了呢，好神奇啊！我现在继续。哎，白雪妹妹，我的手都累酸了，这次怎么没有变出来呀？贝尔姐姐，你还是歇一会儿吧，你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，还是人多力量大，我所有的防蚊贴纸就都能变出来了，来帮助白雪吧。哇，这一次一下子变出来了2张，现出来的防蚊贴也就越多。哇，一下就变出来了这么多。你的快递来了，哇，这么大的快递，爸爸下来帮我拿快递吧。来啦，哇，这么大的快递，猪妈妈下来帮佩奇搬一下快递。来啦，哇，好大呀，猪爸爸我们一起搬吧，我也要下去看一下。哇，好大的快递哦，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搬吧。哇，好重啊，主播。好大呀。哇，好，帮佩奇拆一下快递吧。哇，是糖果耶。这个兔子糖呢，肯定是佩奇的。这个兔子糖呢，肯定是乔治的。这个是猪爸爸的，因为猪爸爸最喜欢吃菠萝啦。这个苹果糖是猪妈妈的，因为猪妈妈最喜欢吃水果啦。哎，这里怎么这么多房子？那我的房子也在这里啦。这个一看就是垃圾车的，它就是个垃圾桶。那这个呢？哎呀，原来是个油罐。哎呀，这个房子也太搞笑了，这不就是个笼子吗？能遮风挡雨吗？也太搞笑了吧，谁会住在这里？哇，这个房子好漂亮，看一下。哇塞，里面还这么多家具，这也太漂亮了吧。走开走开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你看你看，那个小的才是你的。带上，拉上我的房子，出去玩喽。原来那个房子是特斯拉皮卡的，怪不得这么漂亮。这个小房子才是我的，我的房子小吗？我的房子才不小呢。来，变身，拉高，打开，这里面打开，这里拉出来，上去，这里也掰开，还有这边拉开，这里打开，看，现在就2层了，2边合起，看我的房子多大。有窗户，而且2层，还有屋顶。看在前面有阳台，还有门呢。走了，带上我的房子去溜溜啦。小长发，你快看，我拿来了一盒泥。小贝啊，我也有一盒泥。你个小长发，白雪跟我学，没想到你也跟我学。哼，你看我在神奇的泥里面种一颗红色小能量。宝贝，妈妈来了，妈妈以后会好好保护你的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不就是红色小能量吗？我也有，我也在神奇的泥塘里面种一颗红色小能量。小长发，妈妈也来了，妈妈以后也会好好保护你的。哎呀呀呀，小长发，你真是想气死我！什么都跟我比，我这里还有一个红色小能量呢，我要种一个坏爸爸，要带着我一起去做坏事。小贝儿，小贝儿，坏爸爸来了，爸爸要带着你去做坏事，哈哈。
小贝尔姐姐，我才不让你去做坏事呢，我要在神奇的你里面再种下一个红色小能量，我要种出来一个好爸爸，让好爸爸跟着我一起去做好事。哎呦呦，还想做好事呢，我僵尸嗷呜一口嗷呜一口，快看，我呀已经把你的红色小能量给吃掉了，你的好爸爸是种不出来的。才不是呢，小贝尔姐姐，虽然你吃掉了我的红色能量，但是小朋友们手里有很多的红色小能量呢。小朋友们快看，红色能量就在这里，你们赶快点亮红色能量，让红色能量闪闪发光，光芒照到我神奇的泥潭里，我的好爸爸就会变出来了。呵，小长发门都没有，你快看，小朋友们送多少红色能量我就吃多少红色能量。僵尸才不是呢，小朋友们送来好多的红色能量你吃不掉了。小长发奥特曼爸爸来喽。找呀找呀找邻居，哎呀找了半天一个邻居也没有，难道大家都不愿意跟我大狮子做邻居吗？大狮子，我大公鸡愿意和你做邻居，我呀就住在这儿。大狮子你不要伤心，我不想和你做邻居，我呀就住在这儿。还有我小兔子也愿意和你做邻居，我呀就住在这儿。我小蜜蜂住在这儿，我们都是好邻居哦。我大螃蟹呀也愿意和你们做邻居，我呀就住在这儿。哎呀呀赶快跑呀，瞧着瞧着你等等我呀。哎呦，哎瞧着贝奇你们怎么了？后面有坏人在追我们。对呀，你能不能救救我们呀？贝奇瞧着你们不要着急，我来帮助你们吧。乔治，我这里有一个变身器，你赶快把它吃掉。好，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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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呀，我来为你点亮这里的能量，点点点点点点。啊，我怎么变成了一头猪呀？你变成一头猪正好，你就待在这儿呀，和我们做邻居。这样坏人来了就看不到你了。啊，乔治都已经变成一头小猪了，我也要变，我也要做你们的邻居。好，佩奇，来，你也吃一个变身器吧。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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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再为你点亮这里的红色能量，点点点。小朋友们，帮助佩奇也变成小动物吧。哇，太好了，我也变身了，我呀就住在这里呀。哎呀，你们跑这么快干嘛？我也是一头猪呀。小奥在这等着爸爸啊，爸爸打完怪兽啊就回来接你了。哎呀，坏了，我游走了，找不到自己的爸爸。游泳犬不要了，我要跳出来啊去找爸爸了。爸爸，你是我的爸爸吗？我可不是你的爸爸，看看我呀是一个可以拆卸的橡皮擦。哎，我把这树枝啊我就可以给它蹭掉，看看是不是晒过的衣服。爸爸，你是我的爸爸吗？你这么高我也够不着你。别勾了，我呀更不是你的爸爸，看我是小朋友的水壶，可以喝水的。哎，扭蛋机，我的爸爸一定是被困在扭蛋机了，不行，我得打开它。哎，出来一个扭蛋，看看爸爸呀是不是被困在扭蛋机里了。哎呀，这个呀也不是，原来呀是小奥特曼在里边练功。小奥，爸爸回来了，爸爸被怪兽打受伤了啊。爸爸别着急，我一定要把爸爸呀背到医院去。我打你个臭怪兽，打你个臭怪兽，赶快给我出来。小奥特曼快出手，你怎么趁我不在欺负你的哥哥们呀？爸爸你快看呀，我刚买的切切卷泡泡糖就被怪兽给我吃光了，我刚才还看见他混进来了。胡说，你的哥哥们都在练功呢，哪里有怪兽呀？哎呀，爸爸你怎么不相信我呀？那你现在让他们变身看看你就知道了。好，孩子们都别练功了，赶快变身让我看看到底有没有怪兽。爸爸我可不是怪兽，看我变身Bill。爸爸我也不是怪兽，看我变身Bill。爸爸我更不是怪兽，看我变身Bill。哎，最后一个奥特曼你怎么不变身呀？那个我今天肚子疼不想变身。哼，不想变身就是有问题，看来你就是怪兽，赶快变身。哎呦，别打了，我现在就变身Bill。爸爸你快看呀，我就说他是怪兽，你个臭怪兽竟敢偷吃我的切切卷泡泡糖，看我不打你。